第三小题，我们要试求 sigma n 等于1到7的7倍 a n 加上5倍 b n 减1。我们先把它做分解，所以延式的话它会等于 sigma n 等于1到9，7 倍的系数先提出来 a n 加上5倍的 sigma n 等于1到9的 b n， 再减掉 sigma n 等于1到9的1。好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这边是只有 n 等于1到 8， 所以它等于7倍 sigma n 等于1到8的 a n， 再加上 a 9，加上5倍的，这边的话是1到 10， 所以我们这边是1到 9， 所以要扣掉第10项，所以是等于 sigma n 等于1到10的 b n， 扣掉第10项 b 10。那这个后面的话是9个1，所以是减掉9，接着把数字带进来，7乘以负13加3，再加上5倍的20加5减9，所以等于负70加上125，再减掉9，所以最后的答案是125减掉79，46。